在哪里呢？走千层天梯观景。整个行程大概半个小时吧，上山。但是有这拐杖缆车的话，我们明天再坐。对。走。有这拐杖我们就不累。千层天梯观景台，由此往上。爬上去的台阶啊，还是比较平缓的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没有台阶啦？能量补充完毕了没有？没有。还没有？晚上吃竹筒鸡，能不能把能量补满？再来桶雪碧。能补满吗？还得沿着这条山路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到上面，上面站人的地方。还得往上，沿途都是这样的梯田，往上看的话呢，就更加好看一点。现在都是水稻，现在都是水稻。到十月份就会一片金灿灿。干啥呀，大哥？没事，我溜达。我倒不给你吃鸡了，给你吃竹子。咦，这是半山腰。已经走了十几分钟了，还得往前走。千层天梯观景台，继续向上。等一下，到上面去休息一下。哇，这只大蜘蛛好大呀！就是刚才你看的那一只。好几个网，你又感兴趣了？你刚才没仔细看吗？他只是说有个东西，我以为是蝴蝶，这是蜘蛛。静静的在网上等着他的。买根冰棍儿，补充补充能量是吧？哪根上了？五块。你拍下那边好看。对，我待会儿再去这里拍是吧？我待会下来的时候再拍，啊，啊，好嘞。这你自己手工织的？好，手工织啊。好的，我们待会下来看看。啊。补充能量了。对呀。漂亮吗？对呀，又是台阶，继续往前，胜利就在前方，能量十足啊！亲爱的，怎样怎样？这应该是当地人住的房子吧？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客栈。哈喽，千层天梯观景台到了。等一下，来，嘴巴擦擦干净，拿衣服去。不给他们吃，甜不甜？这个甜，甜的，我试试看。甜的话，我再来一个。上面东西什么呀？梯梯梯下楼梯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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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，我们待会儿再到上面去。上面还有的，走，加油！我们还得从这里往上爬，上面还要高，看得更加清晰。哎呀，继续往上爬，还得往上爬了，加油！加油！那你这把伞是一伞两用，既可以。遮雨，又可以当拐杖用。还有一个可以挡住人家拍照、从我们刚刚上来的那停车场乘坐缆车，然后呢慢慢的往上往上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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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蹭到那边，看到了吗？看，那再往上走吧，去田头寨和西关勺乐观景台方向走了。这是
最高的那个观景台，我们要爬上去。大家加油！加油！马上就要到了，成功登顶，田头站，西山韶乐观景台。走了，终于到了。时间会告诉我们，简单的喜欢最长远，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，懂你的人最温暖。15块钱，要不15块拿一个吧，阿婆。快点，他们下来等等我，因为我走过了，我没买。我们从大寨金坑那边看完，然后沿着这条山路往下走。这条路的话，其实可以自己开车上去。这玉米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留给你做嫁妆。啊，算了。